在希望你平安又又快乐，欢迎来收看快乐我菩萨。人生你靠路风中龙，心碎时苦不醉不淡。把酒杯看大路耶，去玩。希望你平安又快乐，欢迎来收看快乐我菩萨。问世人可爱路风中，心碎时苦不醉不淡不送。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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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变过来。希望你平安又快乐，欢迎来收看快乐我菩萨。Oppa Gangnam Style。请教老师，什么代志？全世界，全世界安怎？什么人的饭店上最近？你的声比我大声，有吼？真正有影。好，我那转了，较细声，小看。是，安尼。姐、okay? 你的声在咧火鸡母的声啊！哎、欸，是导播在帮我转的，导播伊讲在帮我转的，对吧？是啊，你。嗨，呀，打打你！老师，你还没回答我呢。什么店？好、啊，什么人的饭店开上最近？什么人哦？对，嗯，观世音哥。什么人？关公。你啦！因为有关公饭店。关公饭店。关公，你我听。哟。欸关公煮早餐，好煮早餐嘛，一块烟啦。啊那喂，那家你要喝呀？哎，那我关公啥？关公啥？关公啥呢？啊，讲着关公啊，吼，老师，咱有老婆婿咯，已经来到了吼，佛堂中地的门口啊，无法度入来啦。啊，真正是。咱那未解封的啦。我都越来越迟一步。所以哦，老婆仔，咱讲是吼，也是到厝内底就好啊。较乖哩，较乖哩，卖爬爬走。工地哦，诶，风景呢，恁有早来，互咱老婆仔看。哦，对啦，啊，恁无来啊，啊，总是我爱互恁看一下。对。啊，即马咱的工地是生做安怎？蜗牛到底住伫什么所在？没有，啊，伊住的环境是生做安怎？人间仙境。来，仙境啊，仙境。人间仙境诶，人间仙境。哦，人间仙境。哎呀，你去等下问你老母，问看你老母想偷到什么？我正讲你土山呀咧，土山呀。来看一下咱的。蜗牛的疆地。咱的疆地的啊，来看头前的中央山脉。中央山脉哟。这个是咱佛堂中间看出去。对。前有远景呐。哎呦。哦。啊，过来的是日出。日出，啊，搁有就是呢跳伞，咱的国军，咱全国唯一的一地，咱的跳伞的场所，就是住伫咱的疆地头前，所以咱来遮拢会当看到飞行机放屎。
跳山啦！哦，跳山嘿啦！嘿啦，安尼某娘甲咱保庇，咱只国军哦，大家来拢会当安尼跳山啊，安全转。哎，对对对，平安落定。哦，这安尼离咱的佛堂安尼看出去吼，这位顶光看倒落去，哎对，哦，咱的佛堂，啊，讲为地，因为月娘看落安尼哦，对啊对啊，啊，今麦要为大门口行，是吧？咱的佛堂唔是大天主哦，唔是啊，这规个间隔拢总是古色古香的哦，而且咱的地基是足在足在的哟，对啊对啊对啊，老师是做用心的在打造这一座母娘的宫殿，咱母娘的宫殿这来自着咱姐姐。在十方神圣大殿，大家拢在家咧出出入入哦。咱的宫殿袂使凊彩，啊，所以呢，咱有真济老菩萨真爱来啊，但是多拄着即卖疫情安尼，无多来，无多来，所以我得爱啊麻烦阮导播啊，将咱宫殿的画面呈现伫咱老菩萨的眼前，是是是，啊，咱看到是八公主。八公主啊，阴暗讲要大发威，唔知有影无影呢？哎呦，叫八公主赶紧哦！咱们八公主啊，讲阴暗大发威，真的，真正哈。而且哦，咱的宫廷哦是无财团委员的，完全拢无哦。无拢无。拢是咱老师一手搭手来打造的，一手搭造啦。啊，恁这座是观世音菩萨，地水观音菩萨。地水观音菩萨，伊是大慈大悲，啊，所以有真济咱的老菩萨、乡亲朋友拿来，拢会来这个行一个礼啊呢。有一回，咱的观世音菩萨、地水观音哦，伊咧进修的时阵呢，老菩萨来无看到观世音菩萨呢，转咧目屎淋落来。是啦是啦，来啊，咱即摆看到地水观音菩萨，你看非常的庄严哦。好，来。过来，搁有无？好，哎呦，从这边，这样呢，那个看起点看。在咱日头要出来的时阵，那翕的，对啊，对啊，捕捉到画面啊。是是是，好嘞，一箱。导播高兴安尼啦。对啦对啦。恁长这日，这日咱有播出一摆，但是咱老婆山哦，讲干咱搁看一摆呀。哦。因为咱做老婆山，你讲吼，伊曾经到咧困的时阵，伊有做一个梦。哦，是。伊的梦内底哦，吼，迄个场景哦，母牛迄场景个场哦，是伫咱个佛堂啊咧。迄个我阁讲你听吼，因为离咱这个新竹有一位老婆山哦，啊，伊看到咱个节目，啊，伊报因翁看，对，啊，两个翁仔某总看咱个节目，一个外月前尔啦，一个外月前尔，啊，伊就拢咧看咱个节目，啊，伊过去较早有看对无，我唔知啦吼，伊就讲一个外前个看到咱个节目。爱讲足神奇的，就是讲哦，奇怪，伊过去较早阿未看到咱节目时，伊在咧做梦，拢个梦见着一个所在，啊，迄所在里底也唔知，都看到咱节目，看到哦，真正是滴来全不费功夫的是安尼，就是咱家，都是这兄弟安尼。啊，伊一个月前两个翁仔无转来，甲母娘扶持，伊讲你敢知影？因要去住社也袂烦恼，当然个也袂做噩梦，啊，暗时够好困，继续顺利哦，真好势。母牛，你讲哦，真正实在吼，灵感嘛，灵感嘛。啊，都心真正啊，都人，然后你啊，都心啦。是啦，谢谢啦哈，感谢啦。好，个调好音频啊。对啦，对啦，对啦。啊，够哦，就是呢，咱老婆先讲哦，要去做疫苗哦，咱的观念敢会当继续用落去。哦。老菩萨，咱的观念方法继续一定爱未使无用哦，吼，未使人去啦。哎，你的正常生活，像你平常时间正常生活，啊，困好八眠啊，地汤咪加啉寡，对，哦，啊，你的正常生活啊，物件照常，安尼你才有抵抗力，你身体才有健康。所以咱的观念一定要照常用嘞。对，嘿啦，啊，你那是有心脏方面的问题的人吼。有要注疫苗，你甲请示你的医生一下。好，啊，你无你都要家己有方法，顾家心脏顾好，想办法啦。因为你个准做无要注疫苗，你心脏嘛是拢爱顾。当然。无迄咩了，一个手尔。一点娘娘呢？哦，恁一家一老大人拢一个咩呢？啊咩呢？准死死的，无要紧的问题哦。搁你碰啦，共差了十多年，哇，啊、可怜你啊！真正我话是咱人的牡丹过较有力的好啊！啊，当然就是安尼啊！小等下咱再来关心啦。也搁有一件代志，就是用咱老婆婿你讲啊，因为咱今年都有疫情的关系哈。啊对。当地这边活动这边呢吼，刚刚有咧办普渡。哦，普渡有啦，啊，今普渡刚报告一个今年哦，离咱这个。
国历的八月二日，也是农历的七月十五啦，吼、迄天多礼拜日啦。啊，啊，早时要甲母娘祝寿，啊，下晡啊要来举行着中原普渡安尼啦。啊，即阵是因为有真侪人拢有来咧询问啊，有个人讲。安尼，我厝都唔免破，我就直接来遐破。我当然就是安尼啊。哦，咱家若有破到，你任何所在你更免破啊。免讲去破啊，免讲去破啊。因为咱家咧破到，像咱老朋友可拢知影，伊就爱伫咱家破到诶。伫咱家破到吼，也可以当做功德吼。伫咱家破到呢吼，嘛足够功夫诶哟。过来哦，今年伫家破到吼，咱那个八公啊，有那要竖一个啊，不能要竖一个钱要互咱，要互咱哦，因为这段时间大家。疫情有诶，拢无工课做，有诶无钱赚。对，拢未顺利。啊，即马要输一个钱，要互你去夹钱啊，囝啊。哎呀，都绝对有差诶呀。是啦，是啦。但是呢，未开始报名，只是要互咱老婆婿知影，讲咱今年普渡照常举办。诶，举办啦，照常举办。但是咱是无开放诶。系啦，系啦，系啦。啊，阮会录影互咱看啦。啊，你人无来无要紧，但是咱一定爱登记哦，有登记就有做啊。对对对对，吓对。好，一箱。是，来，把机车牵出来。机车我来。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。左边。来右边。右边。来左边。再来一次。我们唱。我老鬼。一二三四。好你跳二三四一二我给你画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三四一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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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四。老婆婿，你有跳这机车无？这老师无吼，无特注意跳吼，我规个机车有家己徛，你敢知影？我这重机，你看特别的喘。我学倒摆徛嘞吼，就转紧出来。你想讲我该动两点钟对不？不是。我是要上节目进前，我无做民宿，啊，就讲奇怪，个人就要心累嘞吼。你膀胱干哪地方？啊，真系佫禁落去，要咬刀，我袂使袂使。好啦。啊有解决啦，伊呀。啊，有解决啦，哟。我去要求恁有料。哈哈哈！哦，有料个。我大条求恁呢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你是去要着啥物物件啦？我去要好事讲。哈哈啊呐！啊，今天要分享什么 news？ 今天怎样？好，来，我来讲那个。您朋友？我一个朋友哈。您一个朋友？有啦，伊哦，伊去绿岛佚佗啦。哦，有，这样哦。对哇。好。啊，绿岛佚佗哦，啊，伊要回来时，伊迄阵伫个绿岛诶海边捡只牛仔囝，你知吗？牛仔囝。牛啊。乌龟。嘿啦，哎，啊个水水。哎呀，啊，水水安尼啦，啊，上好笑就是讲哦，伊伫遐咧刚买物件，安尼要走鬼，唔知迄个骨头伊伫遐，安尼突突突，哎呦，你遐突突突，讲只骨头是，只骨会生疏，靠，迄个骨会生疏的，迄个新骨啊呢？哎呀，哎，伊就甲讲，啊，你敢要生疏？哎，只骨骨会断头啦。骨啊，你要生疏啦。哎呀，伊讲啊，无三加三偌济，哎，进两三四五六安尼呢。哎呀，马哥，炸灯哎，吼，新菇，新菇，炸不要炸，啊就插你个裤底啊，人呐，未使啦，哎呀，发现呐，哎，插裤底要开发现，啊，即卖就是惊翕死，
所以伊坐伫飞机顶的时阵哦，伊家可能就拉链脱的啦，啊头伸出来，伸个喘气啦，哎呀，啊你，啊即马即马隔壁那边啊坐坐走人哦，一直咧甲看，一直咧甲看，啊伊是讲。你是要看到你啊？我朋友甲伊做人讲，你是咧看看啥物小朋友？哎呦，我别看。伊讲，我是看介济啊，但是我冇看到讲，迄个物件佫有发目睭的。啊，救命啊！哎，即马回来哦，伊就甲伊某讲，伊某阿花讲啊。阿花。啊，阿花的，讲阿花为了道理，伊就真正一加一偌济，伊就。技能，哎呦，真正成功呢！哎，会晓算数。啊，二加二，一二三四，安尼啦。哦。哦，真正，即摆阿花就去甲阿娇阿公啊。阿娇阿公唔相信，讲阿无你借我安尼啦。好。哎呐。要来借啊！啊，借等你啦。哦。借等你啊。还行我呢。哎呀，嘿啦。啊，借等你啊啊！伊讲，来啊，五加五多少？好，五加五。技能三十，我就变九十安尼呢。好，伊个头都冲出来，伊用到十倍啊！头冲十倍安尼呢。真正成功呢！啊，叫我伊就哭疼开安尼。要创啥？你也过来讲，来一百加一百，用技能三十，我就。哪是你这么精明嘞？你竟然敢讲这种物件？哦，哎，我的。骨头的，要一百加一百的两百，这个是多少？这么正经的人，人我讲你只骨啦，啊，伊只骨这么厉害哈？你要招伊？我把明珠这也问的啊，我那这不介意嘿啦，好啊，这也袂啊，不够看啦，好啦，关心老婆生身体较要紧，爱你。今仔关心咱老婆生的这个胃的问题吼，最后一天，对，哈，因为明仔才开始，咱就关心便秘啊。啊，所以啊，那是这两天关心咱这个胃肠的问题，那多关心无到的，还是你多看无到、听无到的，啊，得赶紧的哈，啊，无时间去弄掉吼，得弄真久。啊，因为哦，唔是我分家规啦，那是这个。一车生的啦，腰椎八度的啦，碰风的啦，一直拍 A 啦，啊，十二指肠溃疡啊，胃溃疡啦，咱讲熟悉的吼，今仔咱张辉啦无在，人家你处理得了啦。我那个坐当家吼，分家规哦，还是给老开，给见效的。啊，这种小事呢啦，个掉咩？真正小事。甚至有老婆婿个倒小报咧。哦，真正。因为家己有改善啊嘛。对啊。啊，你报人算功德一层啊。啊，有个人讲。一个胃病带三四十担，我讲你为什么带三四十担？啊，够看医生诶！哇，为为今日撑四五百呢啊！哟，但是好的过来，好的过来，未长筋，因为你食三顿的嘛。对。啊，你头一边的胃病，就是因为你的生体质、你的生活、你的食食，哦，来引起你带胃病嘛，病从口入啊。嗯。那么医生给你治好去啊。为什么搁两月日来，你搁牙开疼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无改变的生，改变生活，无改变你的饮食啊，你种种方面嘛，一个坏习惯啊，无改，胃分正冰冷，拢无改起来。赶快安尼。莫怪你胃拢袂好啊，所以有个人一代呢，三十年、四十年。袂长筋。啊，药房买了两百块、三百块，什么健胃的、整肠的、什么散、什么丸、什么膏、什么什么有诶无诶嘛，一大堆。啊，加这嘛是赶快安尼。还是食一寡制酸剂。所以吼。我要讲的是讲，咱爱有方法的啦。安尼叫我多加迄个病菌粒，麦克带胃病。你讲制酸剂，等下我甲讲你听。你介只老婆生，你弄啊，你来食西药。医生啊，你来搞落一粒胃药啊。迄个物件茫食伤济啦。问题是无食伊胃袂爽快呀。因为迄个物件食济吼，你的胃也会萎缩。萎缩性的胃炎。啊，即马胃呐萎缩，伊吸收就歹。所以啊，吸收歹，你就无营养，人就无肌肤，你阁容易堵掉诶。啊，过来就是一个会生阑珊麻，就是讲诶讲息肉，哎，阑珊麻那叫恶化，伊变胃癌。哈，这严重着。我讲诶话，你逐句拢去甲问医生。好，医生啊，啊，这人我别讲话无，伊讲这人内行。对，一支烟。
因为医生开了你的胃，也绝对无法度治你的胃病。伊是把你的胃酸抑制落来。伊是甲饲好掉尔，啊，无食就阁压开啊。所以，迄种物件未使长期食。而且嘛，无彻底改善。哎，对对对，那我是安怎吼？知呀。先等下咱较关心啦。好好。超级功夫。健康舒开，舒到丹田金开，好喝。嘴合合，爱提肛卡针捏捏，好。未使有老风，好。我老公，正平一年，正平一年，倒平一年，倒平一年，头前一个阿伯一个好伊。啊，就是两年、三年、三年一口气过来，那个好喝。我老公，一接。五年功，时间，五年功，三，时间，咻，赞，真好，超级笑话啊！这个火鸟讲爱练呐，大刚爱练呢，卡接练呢，嗯，嘿啦，超级像，卡接练呢吼，查甫人的卡床头未闪着，房事如意，安知吼？知哦，嘿啦，啊，查甫人啊，卡床头卡接安尼练呢吼，吼腰酸呢，抱卡床抌落落，无啦，我卡床打个孔，好啦好啦，我来讲下你。阿呆和阿花啦，阿呆也叫阿花。对啊，哎呦，感觉讲最近的空气，诶，天气拢袂歹啊。系呐。是啊，即摆阿呆啊，就带阿花讲来，咱来去郊外吼。要郊外。嘿，咱来去郊外散步、行行、踏青呐。哦，去踏青跟野餐个对嘛？对啊，对啊。好好好好。因即摆去哩个一个足大草皮个所在。啥？四边拢无人啊。好赞呢！因就搭一个帐篷哩啊。哦。因就哩啊哩野餐嘛。哦，野餐哦。对啊。哦。啊，野餐了，伊就爱去出去做日光浴呀。该做日光浴。诶，关你落，一摊啊出来啊，出来草皮顶关了晒日头啊。赞赞赞！啊，因为要日光浴，四边拢无人，衫裤拢烫烫起来啊。对，烫衫烫裤。对啊，对啦，安尼啦。啊，烫烫起来时阵哦，即马哦，迄个蝴蝶诶，野无？好好。野蝴蝶啊。蝴蝶飞来啊。足济啦。野外嘛。对啦，啊，我讲哦，阿呆，你甲看，哦，蝴蝶有够济啦。风和日丽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蝴蝶飞舞，哎啊，这个蝴蝶伊都即马就百花丛百花丛开，哎，啊伊即马就要来嗅这个花嘛，蝴蝶伊就嗅你花顶冠啦，要来食花蜜，哎，食花蜜啦，安尼啦，安尼啦，啊，即马迄个阿花讲，无呢，安那，你甲看，伊蝴蝶拢会嗅你咧放尿的所在安尼呢。好奇怪呀！啊，恁爸都叫菜花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啊，你嘛是花。
啊！我得着彩花嘛，是要来摸花。这么正经嘞，讲安尼咯。啊，然后老师，我你这无经过讲一个正经的嘛？结果我搞迄间 AR 嘛哦，啊，用个怎咧咯？住帐篷啊咧有无吼？困帐篷啊嘛？对啊对啊。暗时啊，啊你讲暗时要困帐篷的时阵吼，阿呆就甲阿花讲阿花。啊无吼，那我那在外口困个好啊，卖困帐篷内底啊。啊，阿花讲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即摆那个出去帐篷外口啊。困伫外口啊。暗暝蒙安尼啦。暗蒙蒙啊，暗暝蒙。哎吼，阿花兼阿大爷吼，两个人就开始咧办工课啊。办什么工课？办迄落黑工课。迄落是啥物？迄落迄种的呀。迄种是啥物？迄落炒饭啊。什么叫炒饭？就是赛牛车啊。什么叫赛牛车？人叮当啊。什么叫人叮当？啊，无老师你讲。阿大家混啦。即摆进前哦，有进前因为阿呆啊啦吼，伊个开始啊嘛，即摆阿花阿呆啊个问阿花讲阿花啊，啊你即摆吼有啥物感觉？你会当甲我讲？哦，有啥物感觉啊？嘿，阿花个讲啊吼，吼我希望讲吼你会当摕一个手电啊火的啦，手电啊火。阿呆啊个讲为啥？为啥物啊？嘿啊，因为你已经吼伫遮咧食菜，我食十分钟啊。真笑啊！真正呀，伊唔知伊当作伊咧自杀呢。好啦，我来讲迄个阿呆啊啦。阿呆啊，毕业了出社会嘛。出社会呀。啊，出社会去啦。啊，结果是喏，伊有一天伫路呢喏，去撞到因一个外省的同学，叫做阿腿啊啦。哦。因阿腿啊，看到阿呆啊，讲哎。哎，同学呀。哎，同学。因阿腿啊，要问阿呆，哎，你毕业以后你干过什么？哦哦，意思讲问讲毕业了，伊做过啥？啊，但是伊外省个伊讲，你毕业以后你干过什么？哦，阿呆啊，阿呆做落去就讲，就开始我干过好事啦。干过好事，我讲干过店员啦。什么店员？干过女工。哎呦，你俩。对呀、啊，结果嘞，你为什么做那么多事情？你干那么多，我干过那么多行业哦。我是在我是在问你，你做什么事啦？啊啦，啊结果嘞，哎呀，靠背啊，没你讲干当事的干的干的。摘一束黄色的玫瑰花，只给你表示我想忘了你。虽然一时我还不能忘记，绿色的梦总有天会清晰。希望你明白我的心意，有些话我不想再提起。既然你对我已不再珍惜，还不如早一点分离。过去的无情像狂暴暴雨，它来得快又去得急。我不再叹息，也不再伤心，过去的让它且过去。希望你明白我的心意，有些话我不想再提起。既然你对我已不再珍惜，还不如早一点分离。一束黄色的玫瑰花，寄给你表示我想忘了你。虽然一时我还不能忘记，黑色的梦总有天会清晰。希望你明白我的心意，有些话我不想再提起。既然你对我已不再珍惜，还不如早一点分离。过去的无情像狂暴暴雨，它来得快又去得急。我不再叹息，也不再伤心，过去的让它且过去。希望你明白我的心意，有
有些话我不想再提起。既然你对我已不再珍惜，还不如早一点分离。哎，轻轻松松的一首歌，阿公一挂笑的，大家笑笑呢。这一两个月来，咱这个疫情安尼，大家拢未得出门，拢关大出，啊，心情真郁卒，哦，啊，拄好这两只狗陪伴咱，那不啥好，啊，去讲蒙球啦，哎呀，啊，都反正，咱讲球拢无要紧，对，咱卖去讲中伤，啊，咱卖去讲人的当地，讲人是非便是是非人啦。哦，无迄个必要啊！正卡哦，啊，做人要公开，咱讲啊，做人就是啊，都正直就好啊。哎呀，实实在在，啊，实实在在就好，啊，莫讲白贼话。叫啦！啊，莫死鬼，我大白，莫安食白，我白食无，我白。哦，啊，莫温重守薄，啊，莫背骨。咁无原则。哎，啊，人佫有诶，人无原则。啊，今日公公妈仔放我袂记钱哩，安尼唔好。啊，是今公公妈仔才回信咧。哎，安尼唔好。哎，迄种人无路用。哎，迄种人我迄食西好，吼吼，真正。好啦，啊，咱这个讲者较粗嘴吼，今嘛要甲身体顾好健康哦，方法足多啦。对。今嘛讲者较歹听，科技很进步啊。资讯又发达。哎呀，啊，规四国哦，讲解半天正题嘛一大堆。你讲话介搞讲。啊，人去因兜的代志，那么说，咱讲咱的就好。对。哦，咱别人买啊，个人食饭个人饱啦，个人作业个人去担啦。哦，啊，咱做咱的工课。咱就只要咱人会平安，身体会健康，哦，啊，咱就安尼好好啊过，啊，好好过日子，安就好啦，无啥。甲即马即个抗战来啊，咱唔免讲要求添岁寿啊啦，咱求平安就好啊啦。咱对求嘛是安尼啊。对啦，啊来，我呢今仔日讲到即个胃病，要讲到今仔日关心到今仔日吼，嗯，明仔载我特别关心便秘啊。对。啊，所以即两天咱昨甲昨日，我关心无到的，也是听无到的，今仔日。就爱赶紧，赶紧紧手落肚啊！最后一天哦，啊无饲到会去人着，人着就无彩。对。啊，咱要讲开喏，一世人要去当着一摆，会当有一个方法，把咱旧年二三十档、三四十档的胃病赶紧念起来哦。就是即摆。拄我讲即个缘分尔，那无啥。即摆若无把握吼，叫走去哦。咱讲啥？阿摆你无机会。咱人的人生机会无几摆啦。头一摆都像个灯塔摸个查某囡仔同款，人个以为就掉了呀。你一摆若无好啊，把握叫走去。第二遍来就唔是灯塔摸个啊，无咧，就是无摸个舒服啊。阿弥陀佛，你杀袂掉啊！哇！啊，无人互你掌握，无得把握啊。所以爱好好把握这个机会。啊，无损失的嘛是家己。我今仔来讲几个案例啦，讲台南。好。台南个晋商翁仔某两个翁仔某。迄胃痛到位啊，两个拢在看同一个医生啊。可能。念了这个念一个，无两个同齐去咧看啊。两个胃病，伫遐看医生看袂好，搁去换医生，啊，搁细间个换大间个安尼，啊，大间搁换了细间个，啊，西医一群，中医一群安尼。嘛是搁袂好。胃病拢无好。迄胃病无好，晋商两个阿婆胃病拢无好呢，啊，无好伊嘛。差不多就要放弃啊。啊，你要过一阵啊，嘛是爱食三顿呢。啊，要讲开啥？伊讲个讲哦。这个疫情吼，这个疫情这段时间啊，伊拄啊也无代无志哩处理呐，啊袂当我袂走，伊就转电视都去转掉，啊转掉是讲啊心情歹歹无，看一下欢喜，看这两只狗，啊来笑笑咧嘛好，啊多迄工多咧关心这胃的问题，多串工拢讲到因翁仔某的镜头，会呛酸啊，啊食咧袂拢吐掉袂消化，食菜油啊放菜油啊，食香菇放香菇啦。啊，都拄着安尼啦。啊，佮伊伫拍下。嘿啦，啊，即马看医生哦，啊，伊要食，一食一段，伊就要叫你撑胃镜，啊，胃镜撑撑的，啊，食阿妹也会好啦，安尼啦。啊，即马细菌哦，大菌换细菌，啊，佮中医换西医，安尼就对啦。迄工拄我看到我节目，听我讲，我嘛特别甲伊讲，嗯，我讲因为这我你讲你的镜头是我听你讲的，因为我无唔是像医生讲有佮你撑胃镜。了解你的胃里面是咪有动静，无我唔知。啊，那是纯粹你咧讲的，即一车生的肚条歹消化，即种难产的呢。讲我偌济医生看无好呢，迄因的代志。但是你今仔找我，
张辉绝对袂互你失望。那我贺红范，台南的晋商因两个翁仔某做用我的观念方法安尼，你敢知影？甲晋南请阿掠袂条，上个月日来哦，哦，学到到介绍到侪是我新朋友的。哦，迄电话拢趁呢。上个月日来呢，好，我介绍到了，伊讲好，唔蛮样开我过安尼。这是近代啦，近代。啊，若一年前的吼，咱桃园哦，这个。这王太太较是厉害，安那厉害？伊哦，即世人撑四遍的，诶，这个胃镜。啊，伊检查起来是安怎吗？啊，伊十二指，伊讲这个，这个胃溃疡。有溃疡。啊，胃溃疡，啊，佮连十二指肠骨拢会发炎嘛？安尼就讲足严重的啦。啊，你唔过。医生佮兼开抗生素给伊食，人别人讲食一礼拜，伊食半个月，讲啊，你就是幽门杆菌，你哪知？我知啦，无幽门杆菌，伊袂开抗生素给你食，但是抗生素食咧。咱的款的幽门幽门杆菌，这幽门杆菌，伊无一定就会死。啊，无咧。伊你药啊吃咧，伊即马看到有药啊来，伊会走去味的。好。味哩，你的身躯的对我唔知，要味哩肝味，肠啊味哩对唔知，伊味哩有可能一世人，啊有可能你一个感冒，啊是你身体不好的时阵，伊就去走起来啊。所以老伯说，这种经营，这拢咱拢袂使去讲分家规。我嘛讲讲，来，我一个观念方法落去。用咱的观念方法，用到伊讲一开始足无信心的啦。我讲我家鼓励啦，我讲吼，啊你都忙急啦，你都有药啊，食甲无药啊，啊卫生啊看甲无医生啊，啊你都死命动作话要拍，啊这个真卡囡仔都含慢，啊我也袂讲白贼，啊你试看卖，伊真正一开始头一礼拜讲，哎拢无效呢。我唔是无效啦，是因为你介严重啦。啊伊嘛伤急吧。哦，啊你都爱听我的苦劝。我那这个胃病，我那无怎解处理，你唔免阁去找什么人啊？伊讲你爱看挂靠，我唔是挂靠，这叫做自信啊。结果人过来了，伊就哇，都差不多十天、十半个月呢，伊就讲哦，差有够济。计足好个呀！一年外前甲真安尼，伊拢唔捌阁胃疼过。伊讲上重点就是，逐项拢会当食，唔管甜啦、糯米啦、胖个啦、饭汤啦、啥汤，什么人骨头，什么碗骨，伊都好过胃了。啊，伊胃呐，用人个健康起来。哦，啊，即马有食人就好看起来，就是安尼尔。那无啥，所以哦，这个胃咱讲属实呢，要好，无什么困难，只是你方法用了对噶唔对，唔是讲啊发炎、消炎、啊疼、止疼，唔是啦。一车生，啊吃啊食迄款的迄个制酸剂，唔是安尼啦。治标无治本。咱的食道到咱的胃，到咱的十二指肠，迄有一个黏膜啊，黏膜啦。后面来。啊，咱这个黏膜含咱的胃壁甲胃酸中间一定要一个黏膜嘛，所以咱的胃酸唔太要去消化掉咱的胃壁。哦，伊袂去压掉。哦，对不对？啊，有啥物你的溃疡？为什么？哦，迄溃疡就是因为哦，咱有介绍观念，就是有个人是食药啊、西药啊、水啉了无够，总叫调咧。啊，调咧时阵伊就腐蚀干落。甲肾功甲这个胃壁甲伤落，啊，伊个款迄个黏膜就破呀。啊，破的即马，破的即马浸卫生浸掉的，伊就愈挪愈，哎，卫生，咱的手若破空，咱嘛爱保持打伤啊。结果你胃内面拢浸卫生，莫怪你会愈来愈吃力啦。何况卫生是足生的，比盐生较生的物件。对啊，所以伊就会愈来愈吃力，愈来愈吃力，你胃拢袂好啊。莫怪溃疡袂好，对，啊，所以较严重的咧。所以咱进就是一定爱修补迄个黏膜，修补迄个黏膜，包括咱一切生的人同款哦。因为咱的卫生呢，一起来到咱的食道，有那咱的食道的黏膜有那伤着。如果你若个爱啉烧汤呢，也是有咧啉烧酒的，有咧食薰呢，有咧补槟榔的，食刺激的，哦，那一切老菩萨，也是咧食药啊，一切老菩萨。你的细腻哦，因为咱的食道的黏膜，你也讲一吃生一吃生，伊即款伤着了后哦，伊会变，食道癌就是安尼来。哈，这严重哦。足多人安尼来。所以你吞物件有可能会卡卡，你细腻哦。点点，啊，无得会安尼会烧声，有诶无大堆哦哈。啊，无个会打扫。咱老婆说你的细腻。所以哦，你看，咱一定要形成一个，把迄个黏膜来修补嘛。对。你看咱咧，咱个火锅店诶。一盘的菜，若要冰的冰箱，一定爱啥？爱保鲜膜封开。
为什么？因为伊要含咱这个顶管的水分加冷气来隔离，安尼叶菜较袂乌凹伊。啊，所以呢？咱的胃的黏膜嘛是同款爱修补啊。好。咱做做囡仔用较紧，咱也捌修补过，不过你的胃代表三四十档拢袂好啊。对，点点点。咱今麦掌握这个观念方法嘞，就是要为咱的胃的黏膜，改胃食道，嘿，胃食道开始到胃到十二指肠的黏膜甲修补开，那无散。这都亲像咧落雨，咱穿雨帽同款，保护衫裤袂澹，就是爱安尼做。安尼咱个，你安尼一摆，你胃就好啊。啊，你若听指听，喙齿听，大下巴肚听，大肚仔，目睭听，大白眉，啊，你也放尿所在咧听咧。要大多诶，你大无落来啊，是不是安尼啊？对。咱来把咱的胃顾好嘛，卖有益健身，好，啊，互伊消化较好诶，好，啊，卖有肚条，卖碰风，好，就是只能溃疡诶，胃溃疡诶。咱达到啊，黏膜甲修补开，连感慢个讲也开啊。包括胃发炎的，好好冇。好，来，无就猪鼻干破鼻，身体健康吃百里啊。大家一起来。烧酒搁再干一杯。COVID-19 疫情爆发超过500天，国外疫情持续蔓延。全球累计超过1亿4千万确诊案例。为阻止疫情扩散，全球目标一致：接种疫苗，保护自己及家人。你我都是防疫的一份子，让我们一起努力，共同为防疫把关。主动防疫，接种疫苗就是现在。来，乡亲啊，朋友老婆仔，回安东老母娘要祝福咱的老母长，今仔日未完都无回啊。啊，等介久啊？咱呐有咧保养，有咧食的人，剩一罐两罐的，你爱听我讲，一定爱先买起来，啊，唔免买济，先款一组起来，卖叫人掉啦，卖叫人掉。迄有个人一摆来拢买三组五组，我讲唔免啦，老婆仔，咱无咧谈啊，食完看个叫就好啊。啊，新朋友，今仔结到好缘好缘，你一通电话改变咱的运命，来，惠安堂老母长，看你，来看你啊。非安东的哈，那你老母长，老母长哈，赞嘞！好，来谢谢。这可比是咱厝内底定家之宝。这哦，你若食了大细顿啊，食了无卫生哦，啊，现你无爽快哦，你随个对后边个个对两粒啊。好啊，普通时啊，就是。咱的早暗饭前两粒嘛。对。啊，你食饭饱，带去食着无卫生，食着大细顿。怎么办？无爽快，随个个对落。哦，一不行诶。诶，这一天食个20粒，还阁无要紧嘞。没问题。一只拢做不来啦。是。来。一罐一千。今天我带油台一个，两罐2000块，买两罐送两罐，买两罐，恁的健康老师帮你出一半。这厝内面吼，家家户户拢一定要囥一组啦，因为咱这呐，多老人囡啊，三更半暝哦，多食了大细，等你无爽快，唔免哭哭撞，你就甲套两粒落来，吼，5分钟就开化，足满意的。今天较好开，赶快我们一罐搁啊加落。算你得靠通，我加钱一个。老师特别要加钱一罐，好，咱来比赛。开2000块倒啊！我啊，2000块啦！来，赶紧啊！好，今仔日剩36位呢啊！哎呀，36位，剩36桌呢啊！哈，等介久啊！来，赶紧来你哦！下面要做第一位。来，你好。喂。哎，咱到位。我英娥。英娥的一双宝牛给你保庇，谢谢啊！来，你好。喂。你好。哎，咱多少队？我当海啊。来，你双当海，当海来，谢谢啊！来，你好。喂。来，你好。喂。嘿。老师好。你好。咱到位，啊，三双一组，三双谢谢啊。喂，来你好，哎，你好，嗨，咱到位，两只多啦，来四双谢谢啊。啊，你个掉啊，哎，赶紧啊，来你好，喂，你好，嘿，张英啊，哟，你好，老板长，来五双，不留雷波饼啊，谢谢啊。咱这位一回到百碗碗回拢会当食，一回哦，食到百碗碗回哦，这拢农作物来去萃取的嘛。够顺嘞，喂，来你好。哎，南岛的一双保龄给你保庇，谢谢啊，赶紧拿来了。喂，嘿，我这边一多。老母长啊吼，咱住伫倒位？我住伫台南。来三二双台南来二双，谢谢啊。是你，喂。来了，
喂，你好。喂。哎，咱到位。台中。台中的三山宝娘给你报名，谢谢啊。那你要打报，我准备做高工一个啊。那你要。来，快点卡。喂。哎，你好。老宝娘。老宝娘。老宝娘啊。老宝娘，回答你。四山来，四山，谢谢。干嘛冲啊？那你要，喂，你好。你先让我先快点，喂。喂哦，喂你好，哎，咱到位。老五张是东，咱大到。大中。大中哦，来高山不牛给报名，谢谢啊，咱可怜个转个大声。你即卖第一天我家姐啊，哎，啊你吼一挂遐较早唔敢接，自备类嘛听我家姐啊。对，来你好啊。喂。你好，慢慢。来。对，慢慢哦。来一双，慢慢低卡来一双，谢谢啊。慢慢低卡，来你好。哎，我啦，我。连阿苦啦，连阿苦来二山宝娘，甲你报平来，谢谢啊！你嫁过同人儿乐诶？张辉哦，你当阿母的价钱，我当去拍电话甲你讲，我一块银都无甲你提落。这真正作秀的无，阿才两千块。你得要照顾阮家老婆生哦。老师拢聊落呀。我拢天崩了，我甲你夹咧，有业，俺张辉甲你打掉，你免烦恼啦。赞咧！来你啊！我今开电话甲你讲，我要爱我专。来三山，三山，三山。来，你好，这个我，这个我一条。来了，别来。来，你好。喂，喂，来，你好。来，一双一组来，谢谢哈。老师，对我的报告。对。咱的转运人今仔上，今仔一路都无啊啊。今仔日都无啊。今仔上，今仔我们这颜料都拢装无啊。你够有钱无当买哟。哎，转运人够今仔日颜料都拢装无啊哈。哇，所以老师你甲多唔敢讲个是安尼哟。哪哪哪。你今仔讲出来，大家乒乒乓乓个无够啊。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。好，谢谢啊。好。哦啊，那无个拢无啊，无都无啊，无。所以今天要购物。无我别个有得先，哦，来，哎，赶紧来，来，搁三分钟。再摇三分钟。空八空空，空一零五八九。这个是赞两粒两粒，你那是搁无爽快的时阵，搁对阿爸来赞落去拢无要紧。来你好。喂。哎，你好，我要订订。老婆赞哦。好，这我赞的，你带一对。我带通。通哦，这你冇吃过哦。啊。你冇吃过这种哦。哎呀，哦，你今天你额头一刷一刷一刷，谢谢，那你又阿哥一条平安粥我嘞，张人，哦，我十台北台北市好嘅人来二刷，谢谢，哦，那你又喂你好，哎，嘿，一刀哈，我通到小姐，我该讲，来三刷，谢谢啊，你讲转了小姐，你别甲讲啊，老师是讲了解你大二多一样嘞呐，有啦，来赶紧来空八空空空给你。我不叫你电话呀！平安村，我来搞其他一个安村的。我不干，那你又？哎，我大秋。大秋，好不好？好好，啊，今仔日这组客的，应该你都好看啊！来一双来试试，哎，真正的，一双啊，应该绝对好看的啦。哎呀，我真没人，别讲我巧是够会。哦，巧了呀！哦，巧够不会啊，真正的，真正。巧了会呀！好巧嘞，真正。我先讲讲啊，两千块。跳来山。哦，那些。空八空空空一零。五八九电力光电炮筒，身体健康，差不多三分钟呢。嘿，今麦阁剩两分半钟啊。对，我再个记记。哎，一回哟，阁真正无即惯啊。咱会记真哦。好。早暗饭前两点嘛。好。啊，要甲透好开也无要紧，要直接甲食也无要紧。伊这是胶囊诶。哦，啊，这透好开内面胖胖。嗯。啊，恁恁囡仔都足爱食，对一回食到百外岁啊。足顺诶。来，你好，喂。喂。哦，老师，你好，要叫一组老和尚。你啊，看你到五房啊哦。嘿。哦，来二山宝娘给你报平安，谢谢。咱的老朋友啊。咱五房啊，去老婆山哦。嗯。伊就是有一天哦，人做无爽快，卡电话我。对。我讲啊，你的问题我知影。老师帮伊处理。好，伊对咱的老婆长者足好落去。即摆拢春风起来呀。有啊，来你好啊。哎。我中和，中和啦吼，中和区。啊，你唔捌买过老母粽吼？唔捌啦。哦，啊，你今仔出运啊，真正。中和，来一双一双一双，等下等下。新朋友，小姐，给你做登记。新朋友，你真正吼，爱予你家己一个健康的机会。最后剩一分半钟啊，一分钟做一个健康决定。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的电话啊。记住。老婆长食的对，老婆生这就是你的福气。真正啊！啊，拄啊，你即马这个抗战拄啊好。啊，啊无，因为你要中秋节啦咧，咱报告完就要中秋节啦。人工是安尼哈。三加一嘛，介俗的呀。我那三加一两千块。好嘛，介俗的。今仔日这款是我搁特别加的哦哈。来，你好啊。有一回个无啊？喂，我是要健身好。来，一说健身好啊，健身好。来，你好。喂。哎，你好，咱住伫倒位？
我住观音区。来二山观音来，谢谢。恭喜你。来，你好。喂。你好。嗨。哎，咱到位。咱住倒。南投。来四川南投来，谢谢老婆长，谢谢啊。咱南投就有老婆婆讲，吼，伊较早拢唔敢食饭汤哦，人即卖哦有老婆长了，拢无问题啊。哦，即卖食甲舒舒叫。哇，爽快的，结果好食。来，赶紧啊，剩半分钟啦。半分钟。空八空空空一零。五百九的电话啊！这都是身体愈歹，也是愈需要、哦。愈需要。所以人来要健康的身体，为老婆长开心。来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咱到位。泰山。来，一双泰山来试试。老婆留给宝贝，谢谢啊。空八空空空一零五百九的电话，我要来分吹啊。老婆长，您继续卡。啊，您继续拍您的电话。是讲老师，你这摆电话卡好通，刚好给接啊。有啦有啦。来，你好，你好。OK。OK。来，一双一双小姐。哎，你好。喂，他紧卡。喂，喂。台湾人刚挂掉诶。哎，三双三双。你快把车挂。三双，把车挂来啊。等老小姐来，你用他车挂。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，来一双。是咱老婆婿，您较紧继续敲电话。十号，十号是咱新北市的蔡太太点一首《痴情伤自己》，来送上老婆婿的印象啊。
我伫咱个节目当中吼，啊，我拢常在甲咱讲，做人哦，实实在在，啊，讲话坦坦白白，啊，讲话爱算话，绝对唔通讲白贼话。啊，做人绝对唔通过桥拆房，得爱饮水思源呐，食果子得爱会晓拜树头。哎，也要感恩，懂得感恩，爱记得别人的人情，吼，唔通安尼安尼水过，那船过水无痕，人绝对忙啊忙，西瓜挖大饼，忙背骨啦，哦，咱讲属实呢，哎，安尼唔好啦，互你尊重，互你安尼背骨啦，讲白贼话，互你有去得到好处，也未孤单啦，啊，人的人格叫人看轻的啦。那即卖人够巧，无迄个必要啦。哦，较早哦，人讲讲西瓜挖大饼的，我阿妈讲讲，迄叫做三日挖东，三日挖西啦。哦，三日挖东，三日挖西。系啦系啦，冇即句话个对啊。系啦，迄就是讲西瓜挖大饼咧，无入标啦，家己无原则啦，连咩挖遮，连咩挖遐，啊，我今仔唔你卡好哦，哦，啊等等。安尼，整整熬对条条。哎，我这边我好处。哎，啊，即马一日无迄种物，啊，都甲你讲到无一滴对啊。啊，这种政治人物嘛，足侪人安那，为着家己，啊，伊就无咧顾什么会，哎，安嘛唔好啊。这个人啊，绝对唔能安尼做。所以哦，有足侪人啊，三日挖东，三日挖西。哦，今日只讲我这安怎安怎，啊，明仔日讲遐安怎安怎。啊，结果呢，人的温情也袂记，啊，逐工讲像要甲你计较啊，无像。即像狗安尼，我阿蛮好，所以人唔好安尼做哦。哎，我无骗你，我只要那是载孙啊要去读册，孙啊上车顶起来，我车还袂开去行哦，我一定先问一句话。什么话？爷爷交代的话啦，阿公交代的话啦，头一句就是讲，袂使讲白贼，哦，绝对袂使讲白贼。这是人的信用，这足重要诶。所以哦。我咧教孙哦，我未教教讲哦，你得安怎安怎无啦？人工做人爱安怎？我敢那互伊知影一个爱一个原则啊。你看张飞吼，张飞虽然无读册，我的人是讲信用、讲原则的啦，所以我才会无亲情啦，啊，无朋友啦。我啊，张飞啊，你的人都遐有信用啊，讲原则，谁那看无亲情、无朋友？我都啊，就全都讲白贼话。这个人啊，只要会讲白贼，我知影对。我绝对袂，我袂去个得失啦。但是我也袂去找伊啊。你老师个袂下。真个我袂下呢。伊若准则有来，我也袂个得失啦。但是我袂主动去找这个人。因为你人格个怕问号啊。因为伊都讲白贼话人，我含这种人讲话，我哪咪敢管。所以你讲出来话，所以我不爱。哎，那个干嘛讲怀疑呀？哎，我不爱安尼做。所以我这个人做代志讲原则。我没在分什么天公人的，你看我这部就知道了，也没分好亚善的，我没分好亚善的啦，对就对，不对就不对，对这叫做完整嘛。今天说啊，英啊，你让我考好，你安怎都没那么紧，啊，你让我考不好，你安怎都不能进，这样就没完整的，因为反对你反对，原则就是有一个是非嘛，有一个对跟不对，这叫做完整嘛，啊，就是这样嘛。所以在我的朋友里面人讲真情，这无贵，可怜呐！这个朋友等了了呢，我拢无朋友啊！你七只五只等了了，我都无在分龙井国籍的。你个中，你个中辈嘛，赶快！人你哥啊，有咧来相找的啦。阮哥啊，这个哥啊是介好。哟，阮这哥啊有那七八十岁啊，没讲啊，人那介好，有那自少年啊就拼到今嘛，迄人拢看有，哎嘛介听我。哎呀，未去讲啥，哦，即个咱讲话正平正，有啦，阮即马阁有加一个歌出来啦，哦，阁加一个呀，歌会当加哦，有哦，较早叫一个较早叫招募，失散，即马有找着啊，即马找着个歌啊，好集合呀，即个歌要食到175个，即马是高雄，啊，阮那个。香港的卖金纸的，金纸店门啊，搁一个歌哩啊！哦，伊开地下钱庄的咧，唔是真正哩。哦，大家好歹用摕真的钱去家己买假钱的。啊，真正才好伊开下咧哦！我老师恁歌王够巧的啦。叫做骗鬼啊！万人七月时啊，要搞啊！好啦，点歌啦，真正有影实在。
你喏，你咧娶新妇唔好娶真，今仔是张飞已经有咧收。阿弥陀，我会自闭啊！我真正有咧收，我不爱不爱搁做考验嘛。啊，老师你袂使啊，袂使念哦。无啦无啦，啊无像这吼，你讲逐天安闲安去安去，哎，加免讲啥，加这露天哦。露天叫去买物件，伊就无出门啊啦。上面都无出门，因为伊只真海绵，啊，即马压着吼，伊会甘水啊，通推落去。我跟你讲，即个白煮会袂推落去。哎，真正你今仔两个海绵袂无推呢？不会。你若要上节目哦，头前后壁分袂清楚。来七八九空八八空，七八九空八八空。屏东的电话，我拨头朋友头前，哎，麻烦你加一个空八。空八。一通电话讲三句。对三句。我带对我什么人，我听什么歌哈。简单二幺幺秒秒。啊，唔同个猜啊。电话接起来，赶紧起来。拍一看，拍一看。起来。啥？我见邪恶呢？我见起来，唔同个猜。老大人安那叮当的，唔是人工，真正。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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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欢迎欢迎，来你啊，喂。张老师，阿英，你要我鼓山来分？阿分嘿，要点着金包银。金包银拜一落哈。感恩，拜拜，拜拜。好，拜拜，心情放开啦。嗯。来，你好。喂，老师。老姑。秋姐。哎，阿秋。老师。啊呐。我要点钱，等人帮袂起。好，我拜你嘛哈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来，你好。喂。嗨。伊个。我要改，我要改伊个。张伟老师吼，伊个，要甲谢谢我张一本的歌，我有听到。哦，好好，谢谢啊。好，谢谢啊。好，拜拜拜拜。安尼你免卡变数啊。喂。哎，来你。张老师吼。你好。安尼谢谢。啊，谢谢。我家今仔日电，恁的电视拢全无啦，恁的棚。看呢。系啊。哎，真正有影。干嘛啊？人单位拢有啦。我看恁公司，讲恁公司的小姐讲恁遐无问题啊。哦，安尼哦。我遮拢未看见，敢若恁内未看见尔，逐我遮逐摆拢会。安尼哦，看恁。奇怪。有。系啊。我记我麻烦处理嘛，迄个联络迄个台北看卖，看是。系啊，我爱讲惊第四台啦，第四台唔过应该北台都未看见啦。不过你走过恁兜隔壁看卖看见。好好好，好好好，你看卖哈。好啦，谢谢谢谢。啊，所以我要问一下，讲我下早起有啊，迄落要啊报交戏买好戏，我就是讲要看名，看台都唔来写啦，对唔对？好，啊，就自从无多看。好呢，我是帮忙处理训练录啊。好啦，好，谢谢谢谢。来，你好，张伟老师，阿英你好，谢小姐，我等谢小姐，我来点一首《一世情缘》。一世情缘，拜三好啊。好，感恩啊。好，拜拜拜拜。拜拜。来，你好。你好，哎，三位老师你好，你好，咱都位，你好，哎，我家人中山，我姓陈，哎是，望你家点一条金牙骨仔，想你，哦，我拜师傅哈，哎，迄个我做师傅开唱的，哎好啦好，谢谢谢谢，来你好喂，哎有你真好，有你真好我哎，大哥好，好，拜拜，来你好，你好，喂你好。哎，老师好，阿英啊好。哎呦，哎，我要点《爱人追落去》。我爱拜哪个呀？好，好，好，好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阿英啊，老姑你好。老姑，七阿伯啊。啊，不是啦。心疼。心疼。七阿伯啦。老大爱啦，我该拜七侬啊。拜拜，点心疼那个七阿伯，来你好。喂。哎。哎。你阿张伟啊？哎，我张伟对。啊，那那，那个买装，你稍等下，来稍等下，等一下，稍等下，稍等下，一线接电话，来你好，喂你好，哦，老师，哎，老师你好，哎你好，咱到位，我台南林太太，哦，我还点一杯，白牡丹，台东人，哦，啊你又好笑诶，啊是要台东人，啊，好啦，我来拜拜嘛，啊，好，谢谢，拜拜。所以钓到是要钓什么歌啊？台南的林太太，菜伊就只两条呢，啊，搁两条歌。点卖袂甜。十条歌点袂满。哎呀！啊，讲到到地拢讲安尼会袂落。哎。晓啦。嘿，我你啊菜又济，哎，我紧张死了。就是恁两个啦。啊。恁两个坐大只，菜大只啦。啊，2300多万人十条歌点袂满。晓。
可怜哦，真正的，侬确诊你而已，无啦，叫你死死哦，去死！啊，佮真正佮无人卡啦，哎呀，哎，啊，够忙陪啊，我讲迄拢是死你啊，有啥物？来起来，老师，你尽量拉，老板见见，我讲是你拉我，哎，起来，跟两个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好
拢是啊，哦。讲作者老人的心声。以前哦，嗯，囡仔生侪吼，啊，当时要号名，唔知号到有阵佫改不行。啊，即马去号证书所。啊，买买。啊，哎呦，啊你生遐侪哦，啊，这个是要号啥名？阿蒙奇啦。啊，叫啥蒙奇啦？蒙奇啦，啊，几岁啊？阿岁啊？无咧，你咧十波人拢啊添丁啦、添财啦、发财啦、进财啦。啊，查某人个娇滴啊、娇滴啊、蒙奇啊、蒙奇啊，哎，拢安尼啦。笑啊，盖呀。哎呐，哦啊，就像迄后。三兄弟啊，一个叫做牛屎啊，一个叫做狗屎啊，一个鸭屎。拢屎哦。哎呀，哎，那爸阿母拢食火头啊。好。啊，即马人个人人老人哦，你今赚恁侪钱啊？即马拢食什么人？哦，顶回你食牛屎啊，即回你食狗屎，我食鸭屎啊。赚遐侪钱，佮食遐侪。啊，佮拢佮食屎，无得讲改名都安尼。就。啊，大以前个人就是呢，好名，青菜好好个呢。青菜和青菜青。你蒙起啊，蒙起啊，就是吼，咱呢要讲开，有个人就讲安尼，生了。坐呀，坐啦吼，啊，都有的人是讲，有的囡仔是搞破病啦，啊，有的是生得无水啦，是话，啊是讲安那爱哭啦，啥话无，啊，蒙起啦，蒙起啦，生得好啊啦，没有咱做囝生得好啊。对，你爸母的面，诶，这个眼中，伊的囡仔永远拢是上水的，对，伊囡仔拢是上好的，拢是安尼，都是宝贝。你看，拢是是大人个一块肉嘛，哦，对不对？嘿啦。所以少年的哦，那不要相对是大人啊不好，我讲你真正是该不应该啊，人讲真正的，哎那那咧单位讲伊会走一面，啊，人讲一个粗嘴咧，啊你人个生过四，小手帮生未过四代帮咧，辛辛苦苦，哎，生囝较早人生囝拼性命咧，哎呀，啊你啊个饲个大人大母情啊，大母人大母情啊。啊，好脚好手唔去做，啊，佮有安尼春秋个春，提无都要，也要找，也要拍，佮要讨五百，哎，作济哦，哎，有时我过啊，真看风机啊，死无人搞的，作济即种个一大堆啊，啊，对是大人安尼真不能，啊是大人咧艰苦，啊也无咧看见，啊，哎，安尼咧做人哦，你连讲都蛮老，我无骗你，人拢会老，你呐，倒一个袂老，人咧忏悔，哦，对是大人袂生钱。啊，你若免去拜神明啊，对神哦是大人不好。你人人古早人讲人讲哦，对是大人不好，拜神无用啊。百善孝为先啊。对是大人不好，你拜什么神？我个神明是无用。哎，那种拢拜神生的啊，那无用。咱得爱对是大人爱友好，哦，爱低温保温。你看羊啊，要食恁爱贵的呢。羊啊，你看羊啊，叫要食恁，伊是贵咧食恁。啊，要反哺之心。哦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唔对啊，你就安尼个较属于只精神，真正讲到了，带者我只少年哦。我今仔日讲你了听听哦，那对许多人恶业过啊，不好的啊，什么来忏悔？搞许多人忏悔一下，啊，无把人骗呢。嘛是家己的。啊，恁许多人讲者较歹听，佮佮准做佮你麻烦啊，半世人尔啦，伊也袂当佮你针对一世人啊啦，对不对？佮偌久？哦，对不对？啊，林刚，你嘛是要做一个模样，互恁的囡仔看，那么都安尼做。好啦，安尼呢，恁的许多人即马心脏好无啦？哦，我该烦恼呢。为什么？心脏无好的人哦，你也看咱的一台车吼，那恁啊破恁，右边恁去换起哩呢？对，嗯，好破的换起哩。系啊，那迄个引擎叫电的，这个车，迄个车你讲音响偌好，恁哪个贵，一拢无路用的，伊袂叮当的。啊，所以咧，啊，人就像安尼啊。人的莫大，这个莫大就像引擎啊，伊那叫夹起来要去啊。啊，你引擎来当换新的呢？啊，你人的莫大变当换新的。哦，这你咱讲真正呢，你这那叫买起来，买换嘛无时间能换呢。五分钟，这个人上面够便宜都袂换。心中。心中的问题忙低效，老婆生，多可怕！平常时来胃咧胀咧抽咧疼咧拔，喘大心气。人的性命是呼吸之间啊，一呼一吸，竖不起来就三幺零啦。有啥物竖袂起来？哦，你前几天的新闻啊，唔知你看无？咱台湾一位美工界企业家，一大企业家。钱贪足济，啊，人个少年才五十外岁人，五十二岁尔，啊，人个烟头好看，汉人个好，对，换面个一日了，三样那啦，两年交代了无？无去啊！啊，钱存足济，啊，收落去，你看。啊，财力嘛足好诶。系啊，啊，伊学历阁真高呢，你看安尼，人就是安尼嘛。所以老婆生，咱讲说人袂当挂无事牌，即咱个老祖先就甲咱讲啊。那么，咱的这个心中，咱。
进猪如果那是平常时会北个菜会胃会肿的啦。你该注意啊！你也说你，有个人咧走路得喘啦，走无两步就偏偏喘啊无。你若安尼的人，你千万唔通爬楼梯。哦，你若爬楼梯是足危险。为哦爬楼梯啊？曾经就有人。楼梯爬到一半，要起来也不是，要落也不是，喊救人的。心脏？真的，心脏未堪的啊。未堪一啦。在咱高雄，咱有一位咱的黄太太哦，伊咧住五楼的透天的，较早五楼的透天的。伊要讲个地主啊，好野人啦。哦啊，伊咧无电梯啦。啊，逐工哦，拢爱去咧五楼要去拜拜呢。啊，伊。周身肯定。咱伊咧不听你听管啊，逐工早时啊去咧抓。啊，夜晚时啊，下晡时啊，搁起哩，像这个时间，伊就搁起哩一撮安尼了听。甲前无几年哦，伊较甲我讲，阮翁老弟会起哩，啊，阮翁阿无弟，我就无起哩啊。往前啊，我当啊，爬到二楼，硬爬到二楼，第三楼都无站起哩啊。为什么？哎，就心脏袂堪的啊。心脏无都可以爬起哩五楼。伊讲，伊一工拢搁爬到二楼，就变轻官，伊拢坐哩，迄楼梯堪咩？讲坐到半点钟，人较轻松起来。伊讲，介惊，伊人若那回来会找伊无，就是安尼，会烦恼呢。安尼，啊尾啊，伊咧甲我讲，我讲啊，我一个观念方法咯。顾心脏。嘿啦，心脏顾好啊，好较有力的。嗯。啊，人伊进哦，会再一撮，阴暗一撮呢。嗯，结果袂啊。伊讲好，啊袂像较早安尼会。袂喘。啊，阴暗那敢袂安尼？啊，即马吼啊，都搁当作运动安偌好个呢。表示心脏有力。心脏有够力的。你那无？无注意会造成足侪危险嘛？我一个朋友就安那，伊是一个琴师，咧弹钢琴的琴师。啊，迄是伊个发生伫差不多30年前啊，到30年前个代志，三四十岁时，伊加我无几岁。啊，伊伫高雄市有买公屋，哦，啊，佮娶某生囝，袂歹啊，爱贷款啦。哦，啊，伊吼伊计拍拼。伊哦，暗时伫酒店弹琴，弹到差不多天光啊四五点啊，哦，咱的小姐甲少爷大家下班的时候，伊顺煞载因下，以前无大家买车嘛，啊，就载因下班，哦，啊顺煞走客轮车就对了。算个探节外路啊。啊，客轮车走到中昼12点，伊才倒来困。所以啊，困到因暗时7-8点，因某较叫伊起来食暗顿，辛苦些些。赴暗时10点-9点，可去弹琴嘛？啊，都辛苦诶。都辛苦，爱家己本身阁有糖尿病。啊，阁日夜颠倒。啊对，啊无多啊。啊，看一个40-45岁人呀。嘛是介少年啊。诶，40-45岁人呀，有一天，伊就在少爷买东西，伊感觉讲，我心脏开怎样？安尼，伊你艰苦啦，啊！你变成我，少爷讲，下面拢登车安尼啊。伊讲你来开车载我咧病院，啊！伊拢过来坐后边，迄个少爷来头前，啊！开伊个计程车载去高雄的大同病院，到急诊室外口呢就无去啊。无人无去啊！五分钟，这个人那心脏没开，五分钟送未到病院，这人绝对救未开。他拄我个好好来，五分钟后个无去啊！所以人的生命就是。你呼吸之间嘛，一个开数无开就无去啊嘛。我即阵哦，因为我本身就有当病过的人嘛，我拢三个月爱过回诊一摆。我若去到病院，我看到老人嘛，替解烦恼呢。为虾米？伊坐伫轮椅的啦，啊外头咧加塞啦，加塞的人袂喘呢，啊坐伫轮椅的老人。安尼啦，数无空气，伊都无运动啊。哈，伊无运动，心脏一定无愈无力啊。愈无力，人愈无运动，心脏咧愈无力啊。哎，阿红塞个气喘，甲塞个无代志，甲啥安尼啦。所以伊个心跳介紧介紧诶。咱个心跳呐，心脏咧若无够力，伊会拍愈侪啦。毋是拍足侪，就表示咱个就是无够力。咱咧拍咧血，爱走会到，因为你一个无够，再拍两个较有够。所以也加速，所以安尼会呛。心中来呛的人咧，细人咧。你若有诶东西啊，若拄啊有心律不整，念紧念慢无吼，这是个愈危险。那不像咱平常时来北个擦个胃会肿吼。对。你得爱细人。那个大心开穿。哦，啊，若会穿大心开的人，即拢爱细人，一口开尔啦。
真侪人啦，真侪人年岁有来了，心中无力，有的是个关键嘞，心较早做错动啊，心有颠倒哦，无有个人就无咧运动，心包油，啊，即马伊个关这个心脏的关个肌肉吼，关键就跳动就较袂正常，因为血流无遐尼正常，啊，到尾心肌坏死呢，会夹开呢，所以你像安尼人，咱心脏都爱顾，老婆生，这个。有当时阵顾一个心脏哦，迄是咱一个决定尔。今仔无顾，明仔载要变啊，咱是毋知影。真正咧，我一个朋友，迄年拄好49岁，啊，伊咧做管理员，伊暗时啊，若闲的时阵会来找我泡茶，但是伊若好喝烧酒就袂来，因为我无爱含烧酒、食酒人讲话啦。啊，伊若好喝烧酒，伊就无来，啊，伊一摆来找我，啊，找我，啊，伊。结果的时候，拢无讲半句话，啊，公司行行，总活着拢等伊。啊，因为伊食酒，伊唔敢冇讲话。来行就处理啊。啊，来行行看看等伊。啊，隔天因某就打电话我。蛮宠爱吗？讲一再，迄个主妹主的，甲尾啊叫一口电空空啊。无滴个呀。啊，伊就食酒咧退酒，啊退酒全心跳夹起来，啊一日去啊。哇。所以人袂当，这心脏袂当无顾啦。莫怪专家。尤其是吼，你唔是讲等到我心脏有问题，甲你顾呢？唔是啊。咱年岁有诶人都爱顾心脏。因为拢无力。讲一日咪开一日去啊，啊那总去嘛无要紧。迄有诶唔是呢，咪落迄个吼，伊都要死唔当开，啊都爱供差咧，十外年。变植物人。你也艰苦，人厝内面也艰苦。来啦，咱甲心脏顾好啦。好。无用自卑感保庇。哦大家身体健康，吃百里啦！做伙来顾心脏。无今命做伙，烧酒搁再干一杯。大家好，我是疾管署防疫师陈婉清。防疫期间，为了您的健康，请持续配合各项防疫措施。如果您是正在居家隔离或检疫的民众，请留在家中或隔离检疫场所。不可随意外出，并留意自身健康状况。若您在隔离检疫期间出现发烧、嗅味觉异常、腹泻、呼吸道症状或身体不适，请佩戴口罩，联系卫生局或1922，并依指示就医。不可自行搭乘大众运输。如果您有洗牙、健检等非紧急医疗需求，请先暂缓延后，待隔离检疫期满再安排。感谢有您配合防疫措施，共同守护全民健康。来，赶紧啊！乡亲那边老婆生，咱哪会那那家袂那哦？啊，惊到暗时唔敢困，老婆生安尼变来规定。我跟你讲，咱惠安堂的这已经第三代啊，第一代叫做心脏宝，第二代叫做心脏好，第三代大家。俄罗斯穿个内面条叫足甘汁的，来看咧啊！惠安堂的哈，惠安堂的吼，足甘汁的，来谢谢啊！哦，赞！哦，今仔我大油台一个啊，老婆婿乡亲的朋友，当你啦认为你有需要时，你电话赶紧拍，因为今仔日这一工尔啦，无货啊啦，一个月一摆，一罐一千啦，一罐一千块。买两罐两千块，我知影，阮家老婆煞无咧赚啊，两千块有哪算一条钱啊？佫袂使无伊。啊，我甲你讲，我佫甲你加一罐给你。老师要赠送你一罐，买两罐送一罐。有诶，佫爱靠老人年金诶，一罐佫加互伊。所以恁的健康老师帮你出一半。安尼，互你开两千块尔啊！四罐两千足俗诶呀！啊，咱诶平安转运恁一条哈。今日无啊，最后一工啊哦。没有，咱诶平安转运恁一条。无，根本完全无啦。无啊哈，拢无啊哈。这老师甲我试过。过来。安那。因为需要着咱足感情诶吼，我有甲咱阿母吼求着一个福袋，要保一个平安老菩萨。暗时咧困，这甲吊伫咱房间诶，也是咱出入吊伫车顶诶，互你开车平安。啊，是咱甲吊伫客厅吼，咱安尼徛家平安哈。啊，是要派你包包。这个福袋吼，这个福袋哈，会记真啊，无牛猪边啊。好。哦，会记真。这内底有无牛的宝物？这阵啊，泡起来，我搁加甲送一罐，我甲加持一下。算你电话靠通，老师去加送你一罐。老婆，啥咯？我做会到啊，到家呢，我一个人对正人哦。
安尼啦哈，5,200块。安尼啊，安尼，何里开2,000块呢？算5,200块以外，还佫一个母牛的福袋以外，还佫一条平安装文人哦。唔对，唔对，这样澎湃。先拍先赢啊！赶紧电话沟通。12位倒啊啦！12位怎有单？空不空空，空一年无北京嘛？来，你好。喂。哎，你好，咱倒位。我这是在新北市。买一双母牛给你保庇、哦，谢谢啊。请问呀？来，我拍谁啊？0800-0001-589的电话啦。五罐2,000块，给我平安装稳的哦，啊，给我有福袋哟、哦。本命也无啦，这种靠五年啦，这我甲阿婆也求的啊。其他拢无。我无说这边给你保一个平安的啦，今麦这个抗战这个时阵哦，你袂使无啦。平安就是福。来你啊。哎、欸。哦。台中啊。台中哦。对。你这种敢捌买过？捌啦，捌啦吼，来来一零二三，来二三，谢谢啊！恭喜你！哦，又捌买过啊！这无咧等人诶，早暗一粒就好啊！健康无咧等人。咱若超过50岁过，不管查甫人查某人，这拢爱甲对调诶啦。就感情。啊，今仔日买会到诶，这真正福气，搁10年啦哈！做决定，决定。赶紧啊！来，你好，喂，你好。新店啦吼，母牛猪皮甲你保庇，你食饱你啊！来一双，来谢谢一双。来，你好。喂。你好哎、欸，咱倒位？新北市，新北市啦吼。无牛猪皮给你保平啊！我、你身体健康，食百里沙山，沙山啊，谢谢啊。咱的福袋老师给咱加持过来，底有无牛的保物的，会当予咱保平安。啊，这咱啊，桥多嘛是开车，咱家调人，咱车人出去平安啦。车顶爱调。啊，咱骑机有哪爱啦？啊，是你调包包嘛？来，你啊，喂。喂。嗨，你好，咱倒位？你爱的。张辉。吴阳东啊。有。哎，阿、那个管家做那个，你就等下跟小姐讲了，一双谢谢你。哎，来你好，喂你好，哇，新北，新北市啦吼。哎来，咱唔捌买过这组吼。唔捌。哦，阿、你早唔一日都有搞啊。好。老大人有这组吼，万无一失啦。来二双不能该保庇，谢谢啊。高调。我未讲白天正地话啦，但是老师讲拢是实在话。但是老菩萨，你有正着了，你就讲学掌话。好加载。真正无怪你的功德遮大。好。啊，这都咧帮助老菩萨咧。我一箍银都无甲你跌落啦。何关只2,000块才俗着。用这种名老菩萨，我一箍银都无甲你跌落。啊，所以这买会到，这食会到，这真正福报的啦。尤其咱有母娘的福袋。来，你好啊，哎。哎。哎，你好，咱倒位。哎，我。新店啊，啊早唔一粒就好啊。啊，来一双谢谢，哎，来你好，喂你好。喂，哎，老师哦，有你好。哎，咱到位。心脏咩那个？来二双，别使讲器官啦。讲器官。哎，别使讲器官，来你好。你好。喂。哎，来请讲。请讲，咱到底到位？喂，来上双。你较成功诶啦！哎呦，你喂一包新朋友啦！喂你，新朋友呢？哎，等你五天，你刚才看人家喂，这个新朋友，你知道咩？新朋友了，来阮看一个，咱用3号机来看一个，咱母娘的福袋也来看一下哈。来，看你啊！哦，归安佛堂，那咱的无极妖帝金庙，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哈。这块叫母娘慈悲，好，好的哦。这来这个母娘的宝物了 ，OK。是好，来谢谢。啊，这一个有哪边的保平安？啊，够一条平安装物啊，这不安尼哈。咱这组了后，就拢总无啊！那无，就拢无啊！无就拢总无啊！哎，赶紧啊！你有钱无当配？搁3分钟得啊！搁3分钟得来，你好。哎，一组啦。咱带到。哎，带台中啊！台中啊！啊，这早唔一粒都够啊！哈。你今日休息啦。万无一失，来一双来，谢谢。来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哎，咱到位。回安东哦。哎，是你好。哎，我请问。来二双，问一下。你的新朋友干真哟，老婆山。所以你那是新朋友，你真正吼，咱这组会当挂当个只啊。这组的人，变啊超过50岁过，查甫，不管你什么人，拢会当只。拢爱保养。任何人拢会当只啦。啊，你这万无一失啦，该袂惊吓。来，你好啊。喂。我喊了。电话通啊。嘿，你好。唔好困呢啦。来上床，再来上床。喂。转电话卡卡，侬帮我困呢。我要做感情。哦，咱住伫倒位。我家己，捌买过无？唔捌，啊你出运啊，真正，食着即组人拢袂淡啊，来四双来谢谢，哦，可能是咱买一个保险单啦，有即组拢袂，有个人会哪哪个袂哪呢？惊到暗时也唔敢困，惊到暗时也唔敢困呢，有即组你就免烦恼啊，万无一失。
那你啊，喂，嗨，喂，你好，你好，咱都咱都喂，我台中，台中哦，我早，我今麦电视咧讲这個，我要做，哦好，来一算来谢谢啊，我还真的很辛苦，来你讲啊，喂，嗨，电话通啊，冇困你啦，有人听冇？有，就是你，中和来一算来谢谢。哎，我用电话卡讲，我怎么样呢？帮我困呢？好、哦，电话卡不是困呢，爱困呢，没困到啊，这个卡怎么？电话卡讲，帮我困呢？不是困的，哎，卡怎么蛮困呐？嗯，真正，啊，我电话卡拢在边上呢。卡我呢？嗯。哈哈哈！哦，就放欧阳啊，你有个真功的，够不？我难帮我听都听到。无啦，啊、新朋友啦。来你嘛？哎，来你好。哎。嘿嘿，咱到位。我新北市。新北市啦吼，来一双母牛，给你保庇，谢谢。来你好，喂，喂好，我要给恁买。足感情的吼，来让二双来谢谢啊，母牛来保庇，谢谢。来你好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咱到位。咱到位。我南岛。啊，南岛来上山。爱困醒，爱困醒。等我困起来啊。今仔作者，你敢那困无吧？还没困呢，还没困呢。你好，喂，喂，嗨嗨，你是说？哦，来，哦，你较成功嘅，哎，四双，四双，谢谢。老师，你哪会成功啊？你啊，讲不讲讲，讲一年我好北京啊。我也是知着。我就唯有什么讲什么话，人我较多。村长庙呢？你老婆生？我来分吹啦。啊！您继续拍您的电话。赶快五罐2000块。啊，电话有通拢装油台啦。赶快有平安装稳咧。哎、欸，啊，马仔的不好哈。啊，够有咱的平安福袋。哎、欸，明天就没有了。对啦，就刚是江湖俩。再来一箱。那那个是新朋友吼，卡未晓卡电话啊。啊！你还卡过个，要足够卡。你看咱老朋友足够卡。三号什么歌来搞的啊？去台北对上去，咱的一美姐，忙甲一美姐在背歌曲歌。
为着咱母娘慈悲的心，扶持母娘中天照明的这个工作，啊，今仔扶持的名额有够啊！大家恭喜！哦，有够啊！啊，真感恩哈！啊嘛，恭喜大家拢安尼有这个机会，通好啊来为咱这个母娘呢来做一寡工作。安尼有扶持。啊，这功德真大呢！哦，啊，咱那像厝内面呐，是有诶老大人啊，是囡仔朋友饲的，啊是诶老大人身体无好诶，烦小人呢，磕磕卡卡的吼。啊，咱这种讲母娘扶持者解，尤其是查某人啊。查某人哦。那多少年的时阵哦，啊，无细字有囡仔叫拍卡闹去的，拍算去的，这业障解重啊。啊，没安怎？有当无当？你问你看你家己，你搁做代志咧，磕磕卡卡啊，不当。大家讲对咱无好，翁婿对咱无囡仔唔听话，有诶无一大堆啦吼，拢会安尼啦。啊，伤害。啊，无规身躯顶拢做搞毛病无，咱这啊，搁无检查无啥物病啊，都念起安那遐嘛咯。拢按要讲开始来降落啦，哎，业种真重，啊，都扶持一个解好。小姐，一个月一百块银尔啦。一工才三块银。啊，扎家己的亏大了，先过巴多个过户做啦。好。哦，啊，你平常时就当卡电话呀，哦，平常时就当卡电话，甲小姐登记啊。来，咱来做功课来。主席，张会，你再来恭请着咱母娘慈悲主光菩萨来给咱保庇。在咱这个嘉义中间病院一起栋三楼，廖婕妤内湖三军病院九号病房五万，分林关台北乡上义川上义五至十号林晨汉，滨东区花霞路六号。真贵人，再来就是咱台南市东区林森路一段149号六楼之五林志峰，花莲主治病院266-3号孟宝台，新北市板桥区双十路三段18巷1弄7号五楼李惠文，高雄市罗德区啊德威利啊德恒利。新兴路194巷69号张黄丽欣，高雄市凤山区保安二街286号张干秀，高雄市莲花区武昌路70巷12弄30号萧丹明玉，分林这个道乐主治病院1720-3号床张春。刚才就是咱的桃园，这里上迄个病院，佮上唔是离分林哦，爱个更改一下。来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631号五楼叶菊居，桃园大友路民福33街80号12楼罗尚杰，高雄市三民区三德西街73号。丹罗秀，伫遮恭请着咱母娘慈悲，主公菩萨来给恁保庇，让恁大家身体健康，一切顺心哈。那么咱只有真侪位来给咱母娘中天照明来扶持，一个月100块功德非常大哈。台中市的大安区吴柳蜜6个月，吴文华6个月，吴文忠6个月，乌日安和胜3个日。台东市郭家志6个月，嘉南仁爱区林秋莲6个月，桃园罗尚杰6个月，北投谢元武12个月，莲雅区彭碧5个月，王星星5个月，林雪萍3个日，
屏东区乌丹基头二十个月，阮阿头姐吼，过来咱仁德区李氏王花六个月，李德郑金河六个月，永安刘玉基三个月，南珠区林进雄六个月，罗德林新辉六个月，蔡武廷六个月，台中大理区林定雄六个月，林如雪六个月，江惠美六个月，林怡珠六个月，林一德六个月，玉德启中江丁行咱的六个月，恒春叶俊贤三个月，恒春赵阿姊三个月，功德无量啊！张会再来恭请着咱宝娘慈悲主公菩萨给您保庇哦，我哋当净福消业、消灾延寿、增道光明、做灵通、地位开通、弘香化吉、改恶成祥、财源广进、万事大吉、福慧双修、法喜充满。咱今麦来进行着咱的地位容易。手把青烟插满殿，低头便见水中天。玉金清净方位刀，退步原来是向前。又过来到着咱智慧容易这个单元的时间，而且非常感谢在咱电视机头前的阿公阿妈。电视机头前的乡亲许多好朋友，咱诸位先生大德、诸位菩萨，时间一到，也得含咱做位伫咧做这个功课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直接就来延续咱昨昏的这个话题。昨讲到着以净水之战，这个供佛菩萨的这个详情吼，经一日一夜，然后合掌请佛，把这个水啉落去。回首向南，地藏菩萨坐伫这个南方，临入口时，至心沉中，用净水者照缘发挥，就是讲共用的一杯净水啦，像这样呢，哦，心爱亲像水同款，清净平等。那么清净平等心就是就发挥嘛，哦，净水用。这个冷水也好，拢会当啉，代表就是讲我接受完就对。有个人讲哦啊，张伟你这是什么水什么茶？这个我逐天啊，你食保养品拢爱喝这个。所以认真学习之余，水有呢洗净污染的一个功能。所以咱的贪嗔痴就是污染嘛。无量寿经伫咧教咱，洗心易行啊！讲用清净平等的水来洗清着咱的心，改变着咱错误的行为啦。以清治浊，以净治邪，众邪断绝，治水为真啊！咱爱知影这内面的代表法啦。不是讲你达讲你啊哦，啉这个净水哦，啊你就会开智慧，开高某呢也可有可能。达讲你啊啉净水啊，啊你把这个不平的心哦，要甲洗好会平定，把污染的心要甲洗好清净。如果你若是达讲拢要安尼做，靠可能，最主要你的心安尼叫我多开智慧。每一天在喝净水，你同样在贪嗔痴慢，同样在自私自利，这样智慧要怎么开？老菩萨，这样业障要怎么消？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代表法，不喝净水也可以，要喝净水，在我们这个书的顶端上要表示出你的心境，福水具备信五心酒骂邪淫妄语及诸杀害，一七日歇三七日。这句就是讲哦，修这个法不但你要修十善业啦，
爱断这个五辛呐，就是葱啊、蒜啊啦、韭菜啦、小蒜啦、洋葱啦，这五项物件未使食。蒜一七三七就是咧克己求精啊，我唔忙你这个日程内面会当得到这个感应，所以业种真重的话嘛，三七日未使食啦。一般都在三个月才能够看到效果，六个月效果就很明显了。年纪比较大的人有可能会恢复到你的记忆力，较早可能记忆较歹，现在功课在做，有接医教奉行，我们记忆开始好起，算说较真讲起较不要颠倒去。如果这样一遍过一遍，一礼拜之内，你就会当记得，会当达到着安尼功效啦。如果你那是深信不疑啦，真诚恭敬的心来咧修啦，而且好好做功课，我甲你保证，你一定有感应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依睡梦中，具见地藏菩萨现无边身，依是人处受灌顶水，机人梦觉。即学聪明，应时经典；一粒年金，即当应记；更不忘失一句一句。即讲先望到地藏菩萨咯，伊心力伫咧加持。你呢开这个智慧啊，有人求是求袂当，通去感应。即拢总是因为你精神不足，精就是无够专一啦，精就是专一嘛。神就是心境，你就是无够专一嘛，无够心境嘛。有在听这部经，你无多去甲缓解，你的心量同款加啊长较啊多，你只是在咱这佛菩萨的面头前，诚心诚意的祈求，处处待人接物你也无老实，当然你嘛求袂到啊。作者人讲，张伟生意拢特别较好，我都实实在在，大家拢要找我较我多。人讲做人就是安尼尔，所以你佛菩萨的这个形象的头前落一点啊诚心，离开的有的人离开的佛菩萨形象，含大众接触的时阵，伊的坏习惯就过来啊，烦恼习气就搁起来啊，就显灵啊，安尼要较救会着。所以佛处观世音菩萨，若未来世有诸人等依习不足，求者乖愿，悉道病疾，悉道凶衰，家体不安。灌输分散，协助凡事到来初心，最忙之间都有进步。就讲先将一切不如意的代志啦，来举几个例啦。讲意识不足，求者乖愿。讲现处是世间的灾难很多，这就是众生无始劫以来所积的这习气恶业所感召的啦，系咱家己做得来的。所以意识不足。是咱世间上个痛苦的代志，给咱发心要来救灾，这只是地漂无地本啊！佛在这个所在教训就是地本，根本的救济，家体不安，灌输分散。要讲啊，有当时啊，突然去到别个所在去，凡事就是意外的代志，灾害介济。所以呢，处有宿舍之间贪。既有今生之何欢啊！咱过去生当中曾经修五戒十善，所以由此这个因缘引导着咱来到着人道来投胎做人嘛，这就是因缘嘛。虽然咱做人得人心，但每一个人富贵贫贱无同款，好家善无同款，何况也无同款，这叫做魔业嘛。宿舍造作善业，今生得福报嘛，衣食丰足啊。所求如愿啊！宿舍呐，过去看那做恶业，尽量有当啊，贪无人吃，求也求袂到，遭遇了一挂困难，痛苦解济啦。这个恶报，这拢咱家己做得来。先看咱观念，今仔讲这个，今仔即番做回向，总归念一句，先对我念一句哈。愿意出功德，回向诸众生，解脱三界苦，解发菩提心。请讲啊，咱个地放开，这两句三句五句甲吞。未做到完成爱去一路，吞一嘴，
要念一句阿弥陀佛来请您。这么看电影您这么看刷电影完阿弥陀佛。种种灾厄如灯化，斑斑何欢似醉消，佛愿母娘点灯十二愿，第一愿事业兴旺，仕途高升；第二愿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。第三愿招财进宝，进宝面书册兼文化，交班无落一句。
家好，我是杨建议师。随着台湾疫情趋缓，为了让民众逐步回归正常生活，国内也启动防疫新生活运动，希望民众在维持良好的卫生习惯下，适度放松享受生活，并安心到餐厅用餐。到餐厅用餐时，提醒您，如果是大型聚餐活动，记得留下联络方式，方便餐厅记录。用餐前后请正确洗手，保持手部清洁，并落实公筷母匙。而餐饮业者除了定时消毒桌面、菜单等器具与环境外，服侍烹调时戴口罩及洗手也是餐饮卫生的重点。最后提醒，如果有感冒、咳嗽不舒服，就要尽速就医并多休息。让我们一起落实安心防疫，并兼顾安全舒适的生活品质。